所以我们现在在彰化，它这个是彰化肉圆，台语是霸王。还有里面是哪种肉？里面是哪一种肉啊？猪肉啊，猪肉，猪肉跟笋子。新鲜的笋子，新鲜的笋子哦，这也有蒜头，哇，好棒哦！他现在是跟他姑姑，他姑姑还有还有二姑姑，还有四姑姑。小姑姑，小姑姑，好。